孩最忠诚的，我说我们都学工程的，实验中我们都改文过来了，我们都说学工程的，我们都瑞士人的工程啊，要不学反正这些事情很自由中的没办法，很自由、哦、那是他自己的兴趣嘛，对，跟老外的女儿去学人文啊，你看吃点贵点啊，国外见人文不用回来，对对对，这边因为有说点什么老曹啊，说点什么，老曹在那里，你看几个大的，因为我们有去把他逮了，他在我的账号，哎，我是没有，喜欢看哪一个台，哎，这个最小的来，对，这是最小的，重点那个啊。哎呦，小梅，有点点石成金了。我也没说到，就历史学。是吗？知道的。来，那个，对，底下有梨了，好，先给他们，因为挺凉的，先给他们说碗汤。你吃的这个还是比较好，早上有太阳，下午也有太阳，很好，它比较阳，很好，比较亮，对。这个景还不错，位置不错，人是很好，基本上是一梯色的房子，差不多，对吧？这个是一个很小波动，很好，这个地方，这是好地方呢、啊。它整个哎。你买的时候便宜啊，现在涨了很多了，现在涨高了，这个地方要涨70多万，3000多，今天很多这个你们两位吃了没有洗脸了，没关系，我们等最好吃，昨天在 Costco 买，对吧，很好，今天礼拜天不好好休息一下，还是这么多客人。哦，大家一起开心嘛。哈哈哈哈哈。对对对。热了一点，我还是喜欢热了。没事没事。没事哈。没事。不用。哎。哎，校长。哎，你好，校长。把头发剪了。哎，校长。哎，你好，校长。你好。我等一下，我先喝点啊，喝点这个。这个味道比较可以不咯？很不错啊！啊，不错。底下有很多莲子，你们、啊、对，有莲子，有莲子，有莲子了啊！啊，对对对。喝点这个。好，好，好。小严，多吃点啊！下水果酒。好。你做什么？哈哈哈哈这饮料呢？酒，来来来，这饮料，没拿出来呀、啊？刚买的，来。这是我的第二杯带团队的经营还是挺清晰的，就是在运用。那你是把突然的，我当时就我觉得把很多东西都运用过来了，运用的很好，而且是一个非常非常有很独特。就是你说做房子太老了，你要拿什么我来拿？但是你没有从你的，就是你有你的方法，一个方法也可以。这个也照，什么都照。
你还没吃吧？吃了。